太久没有回来，因为我中间大概有将近有快六年的时间都在做音乐剧，是，对，所以去了，去做了一个另外的身份。你上次来告诉你是阿美的身份，阿美，对，你的笑容，哇，你的泪水，天哪。你如果旁边有空位，恭喜你，叮当有可能会坐在你旁边唱歌，这个就是我们高中堂特别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叮当即将在3月9号以及3月10号是要在我们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你的夜游巡回演唱会高雄场。是，太久没有回来，因为我中间大概有将近有快6年的时间都在做音乐剧，是，对，所以去了，去做了一个另外的身份。你上次来高雄你是阿美的身份，阿美，对，你的笑容，哇，你的泪水，天哪。3月9号、3月10号，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叮当夜游巡回演唱会。